关怀一地救人一命，好比一间电器商举办关怀活动，希望在疫情解封了后，大家会当踊跃关怀，好台湾惠客袂阁欠费。天气渐渐变温暖，血液的需求量也渐渐在增加，为了台湾血库可以补充，何必一间电器商举办了关怀活动，并且准备了丰富的礼品要来回馈给乡亲。业者表示，一包关怀活动拢是民间慈善团体或者是社会团体举办，但是这个活动却是由电器商甲其他厂商所联合举行。业者表示，因只是尽着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已。这是我们捐血活动啊，有准备了，因为我们有配合厂商，还有准备了好神托，还有我们冰点厂商，他有准备一台我们的变频冷气，还有一些小礼品，还有很多东西。然后这次我们办的话已经是办第五年第四年，我们这次办是办第四年了，对。然后现在现场的人也蛮多的，对啊，就是如果下次我们再办的话，如果尽量能让大家满意啊，对啊。那今天很开心，就是依然就是第四年的时间，然后能够跟我们安诚空调、和美爱洗店跟安诚空调的团队一起来办理这个活动。那其实这个公益活动其实要需要一直继续办下去。那我觉得宏哥啊，像爱洗店这边，其实他们是乐于公益的部分。那身为唯一 MIT 的一个冷气品牌的部分，我们一定必须继续去把它办下去。那如同就是宏哥刚才讲的，今天的跟以往历年来比较不一样的风气，就是说我们召集了很多不一样的厂商来到现场，然后如果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甚至说还有吃的啊、用的啊都有。那我觉得这一种循环是善的循环，然后必须要就是持续下去。希望说未来我们在联合办理的时候啊，可以有更多的厂商然后来加入我们。国防部募兵单位嘛，受到邀请前来参与活动。除了伫咧现场向民众宣导国防观念甲募兵以外，因更加是必须亲自进到光辉车内底光辉，向民众做出上好的典范。这被打到就像橡皮筋弹到而已。需要有人帮你拍照，真的不用吗？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何必彩虹报道。